咚咚咚咚锵，嘿，咚咚咚咚锵，嘿，咚咚咚咚锵，嘿。今天是要去看舞狮表演吗？那该不会是橘子姐姐你亲自要演出吧？当然是小朋友喽。那就跟着宝贝大明星一起去看看今天是谁的演出喽 ，Go！ THOM Thomas。你的眼睛好漂亮，现在好漂亮。好，那我们要现在要去准备练习。那请问小老师，我们现在准备练习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？你有认真在做吗？你有跟他一样吗？老师，我想问你，为什么手要一直这样？为什么要一直这样？这是拿石头。哦，这样子是拿石头。跳舞，不好意思啊，阿马斯老师，你觉得我做的怎么样？可以。你没有看我耶。可以。可以哦。这个等就把你们变到电视里面了，你们下次就会看到你们自己在电视里面。是要有 TV 吗？当然是要有 TV 啊。25台啦。当然是25台啊。边缴学费，然后才有办法去学狮子头的，这样子我连起来了。新民国小舞龙舞狮团，宝贝大明星。太阳哥哥，你在做什么啊？我在练习舞狮啊。舞狮。我知道一个小朋友比你更厉害哦，真的假的？而且他才3岁，我不信。你不信？我现在就带你去。走走。两只狮子，两只狮子，跑得快，跑得快。一只没有嘴巴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奇怪。有嘴巴啦？有吗？有吗？这边呢？打开让我看一下。哎，我真的有哎。哎，尾巴嘞？尾巴呢？没有啊。可不可以脚脚变成狮子的脚脚走路给大家看，可以吗？变变，你有魔法变。好，那我们数到三变，你就要把它变上去，你就变成魔，变成狮子的脚脚了。好，一二三，变。大家好，请问你的名字叫做？蔡雨桐。那你告诉大家，你今天要表演的是舞狮。好，舞狮，大家掌声鼓励鼓励。
谢你，哇，金元宝哎，谢谢。咔是什么？爸爸看什么？咔，咔，我有记咔。咔啦咔咔咔咔，跳咔咔咔，咚咚咚咚咚。好难哦！再一次，预备，开始。咔咔咔咔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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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好，第二个。咔啦咔啦，咚咚空空咚咚咚，咔啦咔啦，咚咚咚，对不对？再一次，我不相信，预备，开始。你可以再一次吗？你觉得我太笨了，是吗？你累了，你累了。宝贝大明星，成功，耶！帮手。咚咚隆咚锵，咚咚隆咚锵，咚咚隆咚锵，咚锵咚锵，锵！太阳哥哥，舞龙不是一个人的吧？而且你也少了敲锣打鼓的声音哎。那不然应该怎么办啊？啊，我知道有群小朋友很厉害哦，走，我带你去找他们。哦，哎，等一下，帮我一下啦。哦，好，快。心是什么？女人的心，它是女人的心。那后面鲁林的心，倒呼走哎，倒呼走哎是什么？女人的心是倒呼走。真的假的？继续继续再往下，姜尖，嗯，快接近了，继续猜。啊？你猜煎，只是说炒饭煮菜的那个煎吗？你说有，继续猜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表演的是舞龙。Thank you.
头，对不起，我们后面可以更快上，可以慢一点吗？哦，你们喜欢我当龙头是不是？因为我头像龙头吗？早说嘛！你觉得有点像吗？是五个爱心吗？有点老公，快点快点！啊，画画画，欢迎进去了，请关注我头像，我就宝贝大明星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太阳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也不要忘了记得按这里订阅哦。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更特别的内容，也要记得按这里哦。